这是他们的检测线。这个车管所不能进。修车的师傅说他没时间修，然后现在这个刹车灯不行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太难了。那您再看一下，这可以吧？哦，那行，我这张就废了啊。崩溃了，第六次。第十一次，终于行了。明天早上来办手续。现在车管所要下班了。我们之前注册的时候就没有喷啊。是的，在天津注册的。那您现在是在丽江过年检的话，这个在这两家总局单是必须的。那个行了是吧？嗯，行了，可以了是吧？嗯，正业副业。终于过了 ，OK，Thank you 云南，谢谢你云南。